中国打造超级 Z 机，可以模拟强大核爆能量。中国目前正在建造一种可以测试模拟热核爆炸的强大设施，它是类似于美国的 Z 机，但是它的规模是更大的。北京核物理学家透露，四川绵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目前正在打造能够发出6000万焦耳能量的 Z 机。要产生出如此巨大的能量，研究者会让电脉冲射向充满数百条钨丝的目标，使钨丝溶解为电浆，进而造成强烈的磁场。爆炸的粒子因而被迫向内流窜，互相碰撞之后，即产生强烈的 X 射线辐射，进而创造出核子爆炸的条件。研究者能运用该设施观察武器在极端状况下如何发展，也有助于研究无限量的干净能源科技。四川大学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波说道：“中国 Z 级的强度是能够足以启动核融合的。”